会报告。现在时间为中华民国112年6月27日上午8点58分，流源股份有限公司112年股东常会即将开始，请各位股东紧速就座。会议进行中，请各位股东将手机调为静音模式，感谢您的配合。有关本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请各位股东参阅本公司112年股东常会议事手册第36到39页。本次股东会将采逐案讨论、一次性投票及计票。完成计票后，同时宣布表决结果及选举结果。大会报告：出席股数报告。本公司发行股份总数为4403万3360股，依公司法174条规定，股东会决议需有发行股份总数1/2以上股东出席及2201万6680股。根据大会合计组报告，截至目前为止，合计出席总股数为3132万6578股，占公司总发行股数71.14%，已逾发行股份总数1/2。请主席宣布开会。各位股东，大家好。根据大会合计组的报告呢，现在出席股数已经达到法令的规定。本席宣布本公司112年股东常会大会开始。主席致辞。感谢各位股东在百忙中能够拨空参加本公司112年的股东大会。那么现在就请大会以排定的议程进行。报告事项，请各位股东翻阅开议事手册第3页。报告事项第一案，案由111年度营运状况报告，谨请公见。说明一，本公司111年度营业报告书，请参阅附件一。本手册第6至7页。二，本公司111年度财务报表，包括本公司与子公司之合并及个体财务报表等表册，请参阅附件二。本手册第8至27页。下面就请事宜，大会报告一下。流源股份有限公司111年度营业报告书。一、营业计划实施成果。回顾111年度，全球经济受到变种病毒、俄乌战争、高通膨和气候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并不理想。因通膨上升、政策紧缩和金融压力等负面冲击，令全球经济前景转趋暗淡。公司主要市场之一的大陆区域，由于防疫限制、房地产动荡和干旱，打击了消费、生产和投资，经济成长率降至2.7%，为自1970年代以来的第二低水准。而台湾区域，主计总处统计111年国内经济成长率为2.45%。较110年6.45%减少62.02%，经济成长率严重滑落，总体经济环境严峻，产业经营充满考验。纵观111年度营运状况，合并营业收入达2亿1190万04千元，较110年度营业收入2亿0367万1千元。增加823万3千元，成长4.04%。111年度合并税后净损3524万7千元，较110年合并税后净损3366万元
增加1587000元，衰退4.71%。台湾母公司营业收入有小幅成长，营业净损也相对收敛，但111年度认列投资子公司之损失为2738万2000元，较110年度认列损失1593万4000元，增加1144万8000元，衰退71.85%。主因大陆封城断裂，上半年工厂停工2个月，下半年员工陆续染疫隔离休假，造成全年产能不足，动态清零政策冲击实体百货零售，内外销售业绩同时衰退，再加上物价上涨，成本增加，毛利下降，为合并税后亏损增加的主要原因。111年度，公司在因应疫情挑战的主要营运策略，除包括积极防疫措施，提升原料及人工生产力，开发因应新客及团购市场的产品，通路组合的重新调整，社群平台经营及电子商务拓展外，更重要的是研究开发和品牌形象重塑的规划，设计结合玻璃材质特色的研发，进阶工艺的提升，琉璃作品赏析的论述，建立作品价值鉴赏的规范和标准，同时进行资产活化评估分析，做好对后疫情时代的经营发展规划准备。整体而言，111年度营业计划已开展，虽受大环境的影响，造成营运未达预期及亏损，但在全体同仁努力下，具体开发了大型公司的委托制造案，线上线下的通路整合调整也有相当成效，对后疫情的公司未来发展建构一个重要的策略与作业基础。二、预算执行情形，因本公司并无公开111年度财务预测，故无预测执行情形。三、财务收支及获利能力分析，请参阅手册第7页。四、研究发展状况，企业之竞争力维系在不断的创新与研发，本公司历来以独特的脱蜡铸造技术兼注重创意设计之展现，以提供客户最佳的产品。今年在玻璃材质特色与设计结合的研发，充分掌握三色二光，表现流源作品独有的晶莹剔透、绚丽变幻及掠影特色。在进阶工艺上的开发，极光、多模、多次烧、多层次的呈现，时尚设计及超大件作品的开发技术更是领先同业。展望未来，本公司仍将持续进行前瞻性技术与创新应用的研发，设计大型创作，推出新产品线，开发核心工艺以外之技术合作厂商，将研究发展与产品创新做更加紧密有效的结合，以继续深化本公司在核心竞争力的领先地位。董事长王永山，经理人王永山，会计主管叶如平。报告事项第二案，案由111年度审计委员会审查报告，谨请公见。说明：一、董事会造送本公司经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叶淑娟会计师及卓明信会计师查核签证之合并计个体财务报告等表册，连同营业报告书及亏损拨补表，经本公司审计委员会查核完竣，原依照证券交易法第14条之4及公司法第219条之规定提出报告。二、审计委员会审查报告书，请参阅附件三本手册第28页。三、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内部稽核主管之沟通情形报告，请参阅附件四本手册第29页。我们请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廖忠云董事会报告。刘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查报告书，董事会照送本公司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书、亏损拨补表、合并财务报告及个体财务报告的表册，其中合并财务报告及个体财务报告业已经董事会委任勤业众信会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叶淑坚卓明信会计师查核完竣，并出具查核报告。上述营业报告书、亏损拨补表、合并报告及个体财务报告等表册，经本审计委员会审查后认为尚无不补，原依照《证券交易法》第十四之四及《公司法》第219条之规定，报告如上，敬请见核。此致刘源股份有限公司112年股东常会。刘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廖春云，审计委员韩道伟，审计委员蔡明哲。中华民国112年3月17日。以上报告。报告事项第三案，案由修订本公司买回股份转让员工办法报告，说明本公司买回股份转让员工办法修订第四条、第五条与第十一条。本案业经本公司112年3月17日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决议通过，修正条文对照表请参阅附件五本手册第30页。以上为报告事项，请问各位股东还有没有需要再说明的地方？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请司仪进入下面的议程。承认事项，请各位股东翻开议事手册第三页。承认事项第一案，董事会提议案由111年度营业报告书及决算表册案，仅提请承认。说明一，本公司111年度营业报告书合并计个体财务报表等表册业已编制完成，并经本公司112年3月17日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决议通过。二，上述合并计个体财务报表等表册业经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叶淑娟会计师及卓明信会计师查核完竣，出具无保留意见之查核报告书，相关资料请参阅附件二本手册第八至二十七页。三，以上仅提请承认，请决议。请问各位股东对本案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呢，本案待各项议案讨论过以后呢，我们再一同教辅大会投票和表决，所以我就请司仪呢，再进入下面的议程。承认事项第二案，董事会提案由111年度亏损拨补案，仅提请承认。说明一，本公司111年度亏损拨补表详下表。刘源股份有限公司111年度亏损拨补表，期末未分配盈余为零，加上确定福利计划再衡量数，认列于保留盈余为153万6401元，等于调整后未分配盈余为153万6401元，扣除本年度税后净损3524万6863元，因此待弥补亏损为3371万0462元，
由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弥补亏损13673269元，及资本公积库藏股票交易弥补亏损367446元，及资本公积处分固定资产交易弥补亏损18333元，及资本公积其他弥补亏损451050元。弥补亏损后，期末待弥补亏损余额为15893364元。董事长王永山，经理人王永山，会计主管叶如平。二，本案业经本公司112年3月17日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决议通过，仅提起承认，请决议。请问各位股东对本案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好，如果没有意见呢，本案待各项议案讨论过以后呢，我们再一同交付大会投票表决。那么就请示意进入下面的议程。选举事项董事会提案，由选举第11届董事案提请选举说明。一，本公司第10届董事任期将于112年6月30日届满，依法办理全面改选第11届董事7席，含独立董事3席。二，新选任之董事任期3年，自民国112年6月27日至115年6月26日止，于本次股东常会会议结束后立即生效就任。原任董事于新任董事选任后卸任。三，依公司章程第19条规定，董事采候选人提名制度，董事候选人名单业经本公司112年5月5日董事会决议通过，名单请参考本手册第4至5页。四，敬请选举。敬请选举。刚才这个事已提过，本公司董事任期呢，将于今年的就是112年6月30日届满。与本次股东会呢，全面改选董事7席，内含了独立董事3席。本案呢将并同前面各项议案呢，以董事会提案内容进行投票表决。所以现在我本席请指派呢，股东户号61号的王小希，还有股东户号457号的吕丽华，为监票人。请监票人出列啊。投票时间定为2分钟，请原付证券协助计票及相关的作业。那么现在就请事宜报告投票相关的事宜。本公司112年股东常会各项议案采逐案讨论、一次性投票及分别计票之方式进行表决，请各位股东依照议案编号使用1号至2号表决票。赞成议案的股东请将反对字样剪除，留下赞成字样；反对议案的股东请将赞成字样解除，留下反对字样，并投入指定票箱内。选举投票报告。董事选举，请各位股东使用第1号至第7号董事选举票，并请填妥被选举人的姓名后投入董事票柜内。董事候选人名单请参考本手册第4至5页。请监票人检视票箱，并亮所有的票箱。奉主席指示，投票时间定为2分钟，
现在时间为上午9:18，投票截止时间为9:20，请各位股东踊跃投票，谢谢。各位股东小姐先生，投票时间即将截止，如您尚未投票，请紧速投票，谢谢。投票时间截止，请主席宣布开票作业。投票时间已经截止啊，那么请监票人及工作人员呢，开始进行计票，开票跟计票的作业。
刘源股份有限公司112年股东常会议案表决结果报告。表决时出席股数及权数报告。表决时之出席股数为3132万6578权。表决时之总表决权数3132万6578权。表决结果：承认事项案由一，111年度营业报告书及决算表册。赞成权数3101422权。本案经投股东加计电子投票表决结果，赞成权数占表决时之总表决权数98.96%。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本案以投票表决的结果呢，刚才司仪也报告了呢，就照案通过。承认事项案由二，111年度亏损拨补案，赞成权数3099万9085权。本案经出席股东加计电子投票表决结果，赞成权数占表决时之总表决权数98.95%。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谢谢。本案呢以投票表决结果呢也一样啊，照案通过。选举结果报告。112年股东常会选举结果名单。董事户号一，王永山。选举权数5165万6592权。董事格林山有限公司3159万4928权。董事陈先公3096万2251权。董事宏生人源股份有限公司3081万8226权。独立董事廖春云2466万8331权。独立董事韩道伟2324万3145权。独立董事蔡明哲2323万4111权。恭喜获得当选的董事们。好，那么我就请示以我们进行下面的议程。临时动议。请问各位股东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如果没有的话，本次股东会我们就到此结束。本期宣布散会，谢谢各位。